是什么声音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是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声音啊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大人哥跟幼青姐的爱情故事。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，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，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，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。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，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，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，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。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，连你的窃笑也像是故意，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。别笑了，别笑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